有网友到知名木瓜牛奶店买饮品时，看到墙上贴了主动降价了5元的公告，但仔细看后发现容量缩水，认为这根本是变相涨价。不少网友看到后纷纷留言骂，把消费者当傻子。有网友在脸书社团爆料，公社 PO 出一张木瓜牛奶店的降价传单，上面写着店家关心地球环保，于是换了无毒保冰环保材质纸杯替代，但杯子容量小了一点，主动降价了5元。网友看后无奈说，原先600cc 缩水成500cc， 一杯从70元变成65元，要主动降价，骗我数学不好。随后原 PO 上前询问店员，你们是变相涨价吗？没想到店员支支吾说网友看后反应两极，有不少网友认为贵死了，神经病才喝第二次，玩文字游戏，把消费者当傻子。但也有网友表示，人家会做生意，你不会做生意，本来就是要一直动头脑赚钱啊。最后还有网友神分析，卖65元要有557cc 才算一样，53元买到500cc 才等值，也就是喝一杯多付6.67元给店家。